哦，但希望应该表示顶层应该说搞不了两个合起来变成什么创造，好，那创造力交接的起来，希望应该表达了把评估往下走，把创造拿掉，上面放创造。那我们又会把那个学习领域的认知目标分成这三个层次，知识、技能跟情理分成这三个层次。然后这里面各位要知道，那个美国里面有一本书叫 The Treasure Within， 就是 Learning 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叫内在的财富。它里面讲到学习的四个种类，四个层次，一个就是 Learning to Know， 那在底层，那 Learning to Do 在中层，那 Learning to Be 就是 Be 就是 Become Human Being， 这个 Being 是不？就是这个 Be， 就是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。你要去人的认知，整个想法都能改变了，才是我们这一次要带。你要把学生带到那个人，做成那个人，不是在教他低，不要掉在落在那个底层。然后最后就是，其实他那个那一句话在讲的时候，那个 learning to be 跟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， 它是这一调的啦。你知道哈，它是先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， 然后再来是 learning to be 的。但我们这个层次要这样对应过来的话，反正各位回去可以思考，这就是我是这样整理，你自己可以去思考。这个其实是有很深的哲理存在。那我刚才有讲过哦，左边的是 old 的那个 Bloom taxonomy， 右边是新的，上面有一个 creation 有没有？我刚才是讲到这个，这个图是我是从国外抓的。好，你们在左边都有这张图。那这里呢，我要跟各位讲，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各位老师们，请把我们现在以前教学主力是由上往下，由下往上教，对吧？由下往上教，对吧？啊，咱起码希望你是把这边画一条线，是由左往右教。安尼听有吼 ？Understand? Are you with me? No? 那过去的教学底层是最底层一直往上上起来，学习至少最底层一直起来，教学组织搞不弄安尼嘛对吧？但是即马就希望你这条线加安尼过来了，你是往左边安尼过来，你知无？这是同时五个都有在学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一块区域，把这一块区域哈，把这放在这一块区域的精神移到这一块来了。感谢阿内，听我们要求，你听我们家点的手连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嘛爱听那个手连麦，我唔明白，听我要求，我说你就不管你听不听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那过去就是那公司一直亏钱嘛，对吧？那最起码杨老师今天就要带各位，要带各位从这里把这一块区域呢移到这一块来，把这一块区域移到这一块。当然我们是这一条线，我们现在经过图是这样交过去，你看不到哦，你听不到我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再讲个大略，也是我们其实主题探索的理论基础啦，叫 Big Big。但这其实做大的话，这个理论是交大做大的话啦，你知道哦？这至少拢是咱们前上的理论啦，学习就是没有电脑就在做的啦。那我们现在只不过是要用电脑，因为它知识分享更快，沟通更快。比如学生的 peer study， 那更适合学习做 interaction， 更适合。所以我们就也把这些旧理论拿出来，这几乎现在我们学者都要知道。那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教学模式。我们要中间里面各位要留意到，21世纪公民基本能力其中第六个是语言能力，第七个那个什么 ICT 的能力。知道哈，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老师上面都还好了哈，对，大家都会去留意下面，请你各位你基本质量到底够不够，没有的话，请你往前走。怎样哈？我相信咱一定，我这种只要咱看到时装不用出来想，最想好了先来啊，结果来到新这个盖卡的层级，你知道？我们师范学校其实它很好，它的人文教育做得很足哦，人文教育方面，所以我常常说，老师对学生大概其实都没有打折，我们大家都要给高度的肯定。可是，在真正的那个技能部分或者是技巧部分，其实弄对没丢。怎样哈？好吧，那我们这次的又要创新，就是要把它分成两块，一个是学生的学习，一个是老师的教学。老师的教学我们继续点嘛，对吧？啊，学生的学习的学，我们一个是知识理解，就是比较底层的；一个是高层次的思考。高层次的思考，你要有其他的方法，你才能达到。哎，怎样哈？好吧，这是谢阳老师的啦，这是他计划里面，然后我们在讨论，我们在其他计划报告的时候，这其实比来去保温更重要了。比如说我们传统的，你来看，那传统的书包嘛，对吧？其他的书包嘛，其他的书包对吧？你来去咖啡店，唔讲拢点点几只天气啊？到底咧是哪一项？到底咧是上？你来就平安，今日就正常出发。对，你今日卖涨，直接来，安尼怎样？那我们这句话讲最清楚了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是很细腻，啊，这要得建立啊，建立的是第一个，这个我想上面的大部分都是我们主管要去做的。啊，老师爱走的环境建制的，就说
你一定要有个人的云端空间 ，OK？ 你一定要有个人的云端环境，安尼知影吼？我其实伫遮，我会当去开阮兜的电脑，你知影无？我看过牙齿，我看阮老师表演教牙齿。我会当伫遮开阮兜的电脑哦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问讲我开电脑要创啥？你安知影？所有的电脑是拢连连做伙的呢。你知影？你若要看我，你会当小你看啦，我小一条你看，我直接就会当开过。即摆兜的电脑是看点卖，不是跟我卖啊？啊，但我已经表演10年，十年以前我就安尼做啊。你未来你一定在云端里面，你会觉得不够的时候，你要自己在家里建。你其实家己处理的让回去的伺服器啊，很多东西你硬碟什么你就从外面抓了，即使你家只是 client 也可以做，你知道？啊，但接到外家己的资讯技能往前走，你知道？啊，我开这有啥物好处？我来去外国，我来去国外开，我第一个接来一定开我家电脑，然后我就用 Skype 跟家每天晚上一定用这样沟通，你知道吼？那 Skype 它本身是免费的嘛？你靠点的，你刚才啊，金茂高中的学生有很多我是用 Skype 打的呢，免费的哦。嗯，我这是四大法嘛，所以靠点的喜欢怎么样子？这件物件是真好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用 Skype 加去解的话，我用 Skype。是没有的，老师，我今天在讲，如果你听不懂，你真的要去用。你都认为老师要受尊重，是因为他拥有很多的知识。科举进门的知识在这方面是不是真的落伍？对不？我绝对不，我觉得在座应该我年纪比较大吧。我今晚拢撸来撸，刚才这几节不是很好的景气，人家都说没过一年就很高兴，我多了一岁，其实就少活一年了。好吧，那教学哈，我们讲教学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第四点 ，ISP 进行有关网络那个都要留意的，这个是一个趋势，包括我们三位长官你要留意，那个 Google 的那个基金要贷款已经变成那个都很快了，它大概每天都在收购了，所以可能很快的整个台湾的教育界都会被 Google 吃掉了。它有很多好处，因为它一进来又是授受理通给你的，那真的是很方便。但是教育部站在教育立场不是这样，教育部认为说我们应该自己建，而教育部会说无迄个人甲迄个钱甲迄个力啊，你知道？毕竟不可能有代志，你要再告破就是真难啦。但这个也是危险嘛。认真讲，这个是危险嘛。这个思想大概我在讲，稍微去思考，还有去思考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点？你知道，用一点点的资源，啊，也在不保护。其实这嘛是政策来保护咱国内的产业来着。你有 Google 咧做起来 ，Google 拢免钱一笔场地一场，其实背后是就是一只口皮啦。它背后其实就是恶意，你知道吼？这个事实上是有点危险的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我们数的主机贷款的嘛，我主机贷款给各位看哦，你们都没看过什么叫主机贷款，我需要的吗？就一分钟，我们来一杯水，这样。你们是大代表吗？所以我现在用数德吼，数德面我靠，真害死！你在老是安尼吼，我真是足歹人，真是我当年真是真是难。好，我现在进到数德的 email 是这个吼，好，这进到数德的 email。你们以后就是这样，所有学校大概挡经不起这个诱惑了。我们叫做 MySTU 市场被 Google 了，这里面所有服务商都有。我唔免搁钱啊，就是安尼尔，就是主机贷款啊。你只要跟他签一个约，明天你学校的 email 送办过去了。你知道阿伯的，你改新新账号啊，他都你签个约，个账号给他们开起来。嘿，今天我们这边大概有十所学校嘛，今天来了，明晚先来十所学校。嘿，这不过这个教育局挡不了啊，你也不能说阻止他们跟业界合作，你知道？啊，但是这一较紧的，我今仔给你讲这个信息，可能等于你都随同随讲了。我常常在演讲说，因为你们是第一次听嘛。那回去你马上就回来，七个明后天就跑起来了，然后你就大量的使用 Google 的资源。所以我讲，比如说 Microsoft 的用细哦，你看，但我这个策略你用巧也啦，你知道？伊就是要，他只是在冲什么？冲流量。Google 最主要是冲流量，那流量就是钱。我在网络里面，我的网页里面有这一篇，我鼓励各位回去看的话，我们今天 we don't have time to say this, but it's quite wonderful for you to see it。比较好大学网络的5000天。我叫毛总各位款，请各位回去看，一定要看哦。他在讲的就是过去网络出现差不多5000天，十二年以后有三变化，一年一加点，你知道不？他在讲的三个意涵，第一个叫 embody， 所有的那种概念能社会，一波大机器，24小时不停的运作，帮全世界的50亿人口在服务，这是第一个叫 embody， 包括这些那种概念社会，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机器。第二个叫 restructure。Restructure 的意涵就是，它要让电脑认识所有的东西，
把所有东西都认识一下，包括我们把晶片植进去，把那个动物植晶片，把这个种条码什么，他们都认识的。所以以后你上车，你用讲的就可以。我要到台北，我要到原生动物园，你有钱，你敲来晒去，来晒告我们家，因为新兵都拿得走了。就知道他物体他都可以辨识了，他应该在什么时候要撒尿、快要慢尿来去你了。所以你这里就是，最主要这个目的，人要更自由意识去过自己的生活，然后要去利用到电脑，看那两样。所以它第三个叫 codependency。相互依赖，所有东西都相互依赖，任何一个 object 跟 object 之间都有透过网络做 linking， 这样知道？第一点爱网，你知道？学者的行为化这一招，学者的工作就是比你们早一点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，你再提醒你，但是我发现对其比较不利啊，赶紧提醒都不好，因为比较商业，他过来再见面，过几年过感冒，过这样。